来个这个。首先，找到这个有带黄色线，然后这个是后面的灯的，然后把它拔掉。拔掉以后，这个红黑这个线，然后接一个这条。这个线然后接上去，就变成两个接头了，然后其中一个接头，然后插回去，然后多的这个，后面来的这个红黑的，直接插上就好了，直接插上，然后这个一个完了。然后接来第二个是黑色线，看到没有？黑色的。然后找到这个爆闪器，这个单独的一根黑线，然后一样的把它拔掉以后另一头，然后接上这个线，然后再把这边插回去，就多了一根这个线。然后这个是第二步完了，然后第三步就找到这个橙色加灰色这个，然后这边是红色加白色这个拔掉。这个放在一边，然后找到第二根一样的，然后拔掉。我操，谁拔掉放在一边？谁记得住这个？然后再拿这个。一根出来，然后就把这个红黑插上以后，再把这两根刹车断电线插上去，然后插上以后不是多余了一个这个线，红白的，然后把红色这个挑出来，红色这个戳出来以后，把这个就是到时候会拿一个端子，你把这端子插上，把这个或者把这包起来就可以，然后再把这个黑色插到这个空余的位置，然后把后面来的这个黄色加绿色。加绿色，然后插上去。然后就完成了，这个就把它用个上一个插件吧，插上就好了。或者是直接包起来。插件好像这边没有。